渲染画。生活中常见的卫生纸、厨房纸巾或宣纸等纸材，是我们制作渲染画的最佳材料，因为它们都有吸水性强的特性，会透过毛细现象将水彩或广告颜料的色彩在纸上晕染开来。我们可以利用水彩笔、毛笔或滴管，将颜料水用点滴的方式晕染于纸上，也可以将纸张折成四分之一，将折角进入颜料水中晕染，打开后便可以看到纸呈现对称的染色图案哦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快点发挥创意，动手来做做看吧。